分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而且也是两家政治立场不同的。意大利人在讲理念，对啊，真的。他是意大利人。刚好我真的有在场，他的是我没在场。上个礼拜被我抓到，就是要约其他女生出去啊。简讯。就是要去其他女生家，结果没去成，因为那个女生在上班，然后你就我就算了。那请问一下，上一次报纸说奶哥办了一个派对，然后你也在，阿Ben也在，还有另外一个哦，对，那场好精彩哦，还有另外一个邓宇，跟到蒋伟文都在了。然后报纸说就是后来就是一团和气，真的有一团和气吗？就大家就哈哈这样笑啊。可是你心里看到阿Ben的时候是作何感想？没有，我根本不知道他要来啊，因为我如果你知道的话呢，他应该。但是杂志上面有说，你看到他来之后，你跟你的意大利种马就热情的拥吻起来。没有，我们先到的啊，我们很早就到啊。不是，我们好没礼貌，人家叫他种马。Manuel， 所以你是为了在旧男友前面显露你跟新男友多好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他要来那天。那天是刚好就录完那个有台那个麻将节目，然后奶哥说晚上有 party 起来，我就说好啊。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男朋友一起去啊。那你看到阿Ben的那一刹那，应该是非常尴尬吧？有一点。然后就装作，因为很久就是之后后来都没有见过面啊。听说你有在家里面收看阿Ben上我们康熙的法庭的那一集啊？那是有录这一集的一个我的朋友男星朋友商客粉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不然还有谁人脉可广？没有，他就说你去看一下那一集，你看谁才是你真的朋友。可是庄客粉也是帮他说话啊，他没有啊。可是你要求我们剪掉那件事情，我们会剪掉啊，所以观众知道有件事情是剪掉喽。那我答应你剪掉，可是你要承认你们俩有交往，你不能叫我全部都剪掉。那你跟阿Ben有交往？我是觉得有啊。多久？大概7-8个月。所以跟他不就是莫名其妙分手的时候，你还是喜欢他的，对。所以你找意大利人是为了报复哦？没有，那时候我跟意大利人，意大利人是用来疗伤的吗？没有，意大利人疗伤会受伤哦。3个月前才认识啦。来，你